看看新闻网。今天出版的《人民日报》将发表社论，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，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。文章指出，十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，最重要的就是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，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指导。文章说，在新的历史征程上，无论形势如何变化，环境如何复杂，毫不动摇地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，不为任何风险所惧，不为任何干扰所惑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前景。